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 ，Hello，Hello， 何老师，又见面了，开心。我们过两天还唱歌呢，啊，唱了吗？我录了，我都录完了。挺难的，我唱不上去，是得用假。正好我还那个声音还变了呢，挺好。那怎么办？而且好快那首歌。对，咱俩到时候我觉得可以，就是甚至咱俩都可以轮着，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这种的。就是你一句我你一句啊，录的时候知道没有？就是那个副歌嘛，副歌不是一起吗？我在想，太难了。不过我跟他们说要他们多加点和声啊，是我俩跨年有一个合作舞台，真的老快了那首歌，听起来特别的容易。你要唱跳吗？不是，跳，我俩就嗨就行了。对，结果特别难，一进棚，那个录音老师说：“你确定你们俩唱那首吗？这首歌非常的难。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谁选的。”我说：“是俊俊选的吧？”我不知道，我没选，他们是不是？你看，但我觉得这首歌挺很好，非常有气氛，就是那个。你俩都是专业歌手。我好喜欢你无辜，爱你。你俩都是专业歌手，就那个抖音的那个，就是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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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界即将你的出现。我的这很火，这首歌很火。你好，星期六精彩。站到这个前面来吧，活动一下，膝盖有伤。啥时候伤的？就逆风伤。逆风有一场跑步的戏，没活动，但撑到了一下。我就长跑那个。好多场跑步戏撑到了，太冷了当时。然后就一直伤着。我的妈！就是受不了力，就你看我这样就疼了。哎呦我天哪，拉伤了吧？去那个，去哪给你搞一下？去啊，弄那个什么冲击波呀、啊，打。这个规则有没啥用？没用，我觉得可能得要针灸。在那边说过了是吗？针灸。是这个边缘，这个里面受伤。是不是有淤血？可能有积水。啊，那得针灸一下。你好，星期六精彩看不了，工具。哎呀，哎呀，可以，谢谢老板。我从小学一年级啊，这种答题对于我来说就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